迎收看《台湾新亮点》。九合一大选将在年底举行，法务部也为此定制了这次九合一大选的反贿及查贿重点工作方向。这一集我们将会深入探讨地区性的查贿部署。虽然台湾面积不大，不过却充满了各种不同的文化。面对各地文化上的差异，查贿与反贿该如何应变呢？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泰昭，以及台中地检署检察长郭永发来跟我们分享。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那其实在各地方的检察署今年都有启动一些查贿跟暴力执行小组，但是在查贿部署上也会因为各地文化上的差异来做调整哦。想请问最高检在这方面是如何做应对的呢？大家都了解哈，这个我们民主政治哦，最重要的就是法治啊。我们透过选举哦，我们选出哦，这个我们的这个贤与能啊，来为大家服务，所以选举的公平性啊就非常的重要。大家也了解哦，我们台湾哦，这个民风非常的淳朴了哈。那以前呢，就有一些人透过这种贿选的手段哈，来赢得这个乡亲的哈这个来支持啊。那乡亲也就因为收到一些对价啊，就会投票给他们，所以就造成一股不好的风气。那这个长久以来啊，这个很严重的影响到我们台湾的政风啦，所以我们针对啊历年来这个不同地区贿选的状况，我们最高检察署啊也拟定了一系列的步骤。比如说我们台湾啊，你看在金门啊，我跟郭检察长我们都在金门服务过，金门地区、离岛地区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比如说台东花莲地区，还有我们的山上一些原住民的乡亲，还有我们这些农业县市、都会区地区，它的贿选形态都不太一样。那在都会地区，比如台北，其实也有贿选，但是它是都会地区哦，所以相对的，在影响选情的时候，基本上，是以不实的这个讯息哦，大概可能性比较大。可是，在我们中南部哦，可能就是物质上的，比如说买票、这个旅游、参会等等情况比较多。所以就根据不同的形态啊，我们最高检察署啊制作一系列的啊这个反贿查贿的这个作为。那比如说啊，我们在针对这个台湾的不同的选区哦，我们在这次选举我们在提出了一个策略，就是所谓的反贿啊三件啊，这个查贿一府啊。什么叫反贿三件呢？查贿一府了。我们在这个选举上，我们希望把反贿选做好。其实反贿选非常重要，所以今天感谢我们公司能够提供我们这个宝贵的机会，我们来做行这个反贿选的这个宣导。这个有效的反贿选宣导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乡亲知道这个贿选是对大家都不好的，这贿选是为我们自己为我们自己来负责的，大家每个人对为反贿选都有责任。所以我们在这个三件里面，第一个就是有效的反贿选宣导，我们透过制造各种的这个反贿选的微电影，透过学校、公共场所，希望能够深入到每一个角落，让民众知道这个贿选对大家的、对国家的造成的损害，让大家都愿意出来检举，也让有心要买票的人也觉得有一种吓阻作用。另外我们也制作一些贿选的海报在各地的张贴。比如说我们这个各位看到的这个票虫系列还有这个我们检察官我们这检察官以前是我们台中地检署的检察官我们也这个这个检察官做了很多许多有趣的海报，很帅气也让大家看了之后让大家能了解这个检举贿选人人有责。那另外我们也制作了这个所谓动画片的反贿选这个影片，我们也分发到各地。还有我们布袋戏，这是我们云林的布袋戏黄俊雄他们霹雳布袋戏我们制造的反贿选短片，我们都陆陆续续会发送到各地。另外呢，我们也在查会上我们 也对我们的专业人员我们也有三本书一本就是我们的法令集现在正在印很快就要印好了，发送到各地去。还有
我们的侦查篇，这里面，因为我们台中以前我们一位刘俊杰刘检察官也写了一篇怎么样来侦办这个贿选，啊，另外还有我们把一些判决无罪的哈，我们把它整理出来，我们希望能够提高我们检察官的这个办案的品质，同时呢也有效来保障人权。这个书啊，大概下个月开始就陆陆续续的发到全国各地，所以叫反贿的三件呐。啊，另外就是一府，什么一府就是一板斧哈。啊，如果说我们这样大量的宣导，那还有一些政治人物，啊，他这个违法来买票的话，那我们当然就不客气了哈。所以我们就希望透过布置大量的地雷，最少20000枚以上的地雷。如果说有人真的买票，我们透过我们的乡亲，哦，我们的民众，大家勇于检举，那透过这地雷的话，我们就可以很快的把这些有心要买票的人，把他绳之以法。我要提醒各位啊，这个买票啊，最重是10年，啊，这个卖票最重3年有期徒刑，最重。那我们的奖金啊，最多可以到1000万，所以也请我们这些买票或是要卖票的乡亲啊，不要以身试法。总长，请问过去是否有发生过跟一些在地风俗或者是生活习惯有相关的直接的案例？跟这次因为这样子的这样子过去的经验，我们定了什么样子的部署呢？台湾的地形啊，相当的复杂啊，每个地方的生活环境也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讲在离岛地区啊，就有一些所谓的幽灵人口的问题哈，就是迁户籍来投票的。那针对这个啊，还另外我们在原住民这个山区里面啊，或是部落里面，有些这个所谓杀猪的一些习俗了哈，也牵连到一些啊这个贿选的一些问题啊，还有一些疑点。啊，另外在我们这个农业地区啊，以前有一些农会啊、水利会啊，有衍生一些啊买票的一些情况啊等等啊，还有地方的一些派系。那针对这种不同的情况啊，我们也做不同的一些部署啊，比如说在离岛，那离岛这些幽灵人口啊，我们很早啊就由各地检署啊，在检察长领导下，还有跟警察局、户政事务所，我们就在清查这些户籍。对于啊这些意图影响选举的，我想意图影响选举的啊，迁移户口的，我们事实上就清查完毕之后就劝导啊，如果劝导这个不听的啊，那执意要来做违法来行为来意图影响选举的话，那当然我们就依法来办理。那我们这几年呢，效果相当的不错，已经大量的减少了。那各地也是一样啊，我们地方的派系现金的买票，好，我们呢也都针对这些买票的做法，我们也进行了各方面的宣导及布置。啊，另外这几年哈，也比较特别的就是不实讯息，对于这些不实的讯息啊，我们各地的检察官也跟选委会、跟警察保持密切的联系，一旦有这些案件出来了，我们的专责检察官有迅速了来哦，把它移除哦，变澄清，同时哦严查速办。所以这次选举哦，不管是各种不同的犯罪类型，我们都有做了很完善的布置，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营建一个公平的环境啊，来建构一个公平的政治秩序。让我们国人呢能遇到他们的选票，选贤与能来为大家服务。那请问台中地检署这边是否也有与往年不同的部署跟应对呢？好，谢谢。台中地检署辖区非常的大，总共有29个行政区，共要选出703席的地方，公职人员。那在这703席之中，其中包括市长一席，区长一席，区代表11席，以及17个选区的市议员65席，还有这个里长总共有625席。那这么大的一个区域，我们检察官如何来部署因应？我们是利用这个以各警分局的这个辖区作为区分，总共有15个警分局。这15个警分局由我们各组的检察官分责任区来认领、来负责。那都有专责的该组检察官，从
选举期间开始，除了接收各分局的情资、各选举区的情资之外，投票日接近的时候，也会奉高检署的最高检的指示，进驻我们检察官人力就近查查。那有关于这个人员部署的一个方式，是奉最高检的一个指示，采28法则。所谓28法则，就是将重点的这个检察人力投注在评估风险高风险的候选区域，不管是候选人或者高风险的区域，都是我们锁定的对象。当然在这个锁定的对象，我们除了利用这个缓贿选的方式，或者是清查他金流的一个方式来锁定他，使他在期前担心被查获而这个不敢这个把贿选的钱投放出去。如果最后真的是已经行使贿选行为的时候，我们最终也是实施强力的查缉行为，把它查办到案。那有关于这个纵向联系的部分，其实我们在今年的3月份啊，就已经这个成立选举查查情资分析工作小组。而这个工作小组的成立之后，它是陆续接收由我们这个司法警察机关，包括调查单位，包括我们警察同仁，以及廉政机关来的各种贿选的情资集中之后，经由我们的窗口主任检察官以及专责检察官做这个分析，分析完了之后，我们就把案子分案交由专责检察官继续侦办着。那从3月份开始，包括在5月份、7月份，就陆陆续续召开多次的情资分析的工作小组会议啊，到了选举的这个接近投票期日接近的时候，这个开会的这个密集度会继续的一个增加，这个是在以最有效率的一个方式来掌握整个贿选情资，然后分析高风险区域以及高风险贿选的候选人，做比较强度的一个查查的一个作为。希望在选前能够让想要贿选的这候选人能够有警惕，希望产生贿选行为的时候，我们很快的能够查缉到案，来展现我们这个查贿选的一个决心，这是我们目前的一个部署的一个情况。那检察长，请问，因为原住民他们有他们传统的文化跟一些祭典，那在这部分台中地检署是如何做到可以符合并且尊重他们文化习俗的防范呢？是，就如同刚我们总长所做的一个说明，其实原住民跟一般民众有关于贿选行为的形态，其实大致上也没什么两样，只是有些时候因为这一个地方的习俗，比如说刚我们总长刚提到的杀猪文化这一块，有些候选人可能会透过杀猪文化这种方式，包括食物分食的一个情况来行使这个贿选行为。所以我们这个会关注到的是说，在选举这段期间如果有任何的祭典这个时候，我们会指派我们的这个司法警察同仁先了解到底这个祭典它的目的，这中间有没有掺杂着可能贿选的行为。当然在事先我们也会劝导有可能有贿选的行为人利用这一种祭典的一个方式来达到他的贿选目的，我们事先也会加以宣导当然除了我们原住民部分，包括地区的公庙宗教的一些仪式等等，这些可能在这段期间选举期间都可能会举办比如说将要来的这个中秋节比如说9月份的这个九九重阳节等等，这些的这个民俗节日，可能有候选人会利用这种民俗节日来夹杂着有贿选行为。这个时候我如同刚总长刚提示的，我们会先加以宣导当然我们一样同步的也会再修正来避免整个贿选行为的
产生了。那在地区的查会方案，其实最高检以及台中地检都做了许多的超前部署。除了查会之外，暴力执行小组也是相当重要的。我们先进一段 VCR， 稍后再回到现场。沙屯镇相当里一间生物科技公司传出着枪杀案件，警方接到通报，赶到现场，发现讲有四个人死亡，罗生负责人则是重伤，被送到病院来抢救。根据着现场员工表示，嫌犯是趁下班时阵入来，规个面拢扎起来，将因关入病所了后，并且提走着手机啊。在沙屯发生着这么重大案件，警政署长黄明昭阴暗的时阵，嘛到现场来了解着侦办的进度。五点左右，五点出头，因为刚好员工下班，所以我们门大门是开起来的。啊，当时他们几个人？一个，你说歹徒一个人呢？对，就一个人，然后身形魁梧，180这样子，大概180。他总共开几枪，知道吗？你有听到声音吗？应该有四五枪吧。啊，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胆大妄为，这样是没有人性的一个啊、哦，开枪啊、哦，杀人哈、哦，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可恶哈、哦，啊，警方一定会把他绳之以法。警方组成专案小组，联合追查，掌握到嫌犯的线索。在21点前来，在台中抓到人，现场嘛查到一挂涉案的证据。为了感谢到辛苦破案的警员，县长林明正甲警政署长黄明昭嘛特别颁发着奖金。以针对嫌犯犯案的原因、证据的来源以及是毋是有共犯者等等，警方表示会来做进一步的调查。记者林信差不多。那总长，请问为了防范与应对这样子重大事件的发生，最高检这边做了什么样的对策呢？我在台高检服务的时候，我们就跟刑事警察局啊，就对于怎么样来遏止这个非法的枪支啊，其实我们就做了一系列的哦，我们的会议，尤其啊，对这些非法枪支啊，我们大概跟刑事警察局啊，在这个有效的这个遏止上面呢，我们达成了几项的协议了哈。啊，第一个。我们在双证这个枪支的部分哈，这个在鉴定上，不管是初验跟复验，能够提高这个时间以及哦这个确定，让检察官哦跟法官在执行羁押的时候，哦这个没有一些这个后遗症。那第二个呢，我们也跟警察单位啊达成一个协议，就是说他们有翻到具体案件的时候，尽早报请我们检察官指挥啊这个。以便呢进行后面一个第三项的溯源啊，清查这些枪支的制造工厂啊，有效的来遏止这个非法枪支的泛滥。然后最近哈，各位看，从去年开始哦，从美国还有日本啊，发生一系列的枪击案件，尤其很令人遗憾的日本这个前首相啊，这个安倍前首相这个枪击案。我们也很注意啊，这会不会衍生一些效应啊？尤其现在在网络上啊，一些都有教人家怎么样来制造枪支啊，或是说这个子弹啊，这甚至于弹药的一些影片，我们也很担心说有一些啊不好的效应发生。因此，我们也跟刑事警察局啊保持密切的联系啊。那在7月22号，我们也特别要发给各地的我们的刑事警察局和我们各地的地检署啊，务必。一起哦，来共同哦，来严格查这个枪支啊。那目前哦，经过我们检警大家倒力的扫荡之后，基本上有个初步的成效了哈。比如说，他们上个月有一则新闻提到哦，那个现在枪支之前在各地贩卖的一些非法的枪支，大概是8到10万左右啊，现在已经上交到16万以上。那我们当然了解这个枪支哦的泛滥啊，但是我们必须一定要全力以赴哈。所以我们现在除了我们检警机关都动起来查缉之外，我们警政署就有了解，他们也希望对这个改造的枪支还有模型枪来进行有效的这个管制。那当然这个问题也需要我们大家民众一起来防范。所以各位这个乡亲如果有这方面的情资，也希望大家来提供啊，我们来这个给我们警方啊来做一些查缉跟防范。那我们检察机关啊，一定会跟这个司法警察来配合，来做这个枪支的这个查缉。
那我们检察官呢，一旦有这个案件，这种案件我们一定会严查速办，然后请求从重量刑，同时最重要的就是溯源，把他的这个制造的工厂把它查起，好，这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是，其实要达到净化选前的治安环境，需要顾及到的层面有非常的多。那想请问台中地检署在打击暴力赌盘上做了什么样子的准备呢？好，谢谢。其实查查会选的这个重点工作之一啊，其中一个就是有关于打击暴力，还有赌盘，还有地下通位以及防堵虚设户籍这一块上面，其实就是我们查查会选中的重点工作之一。那在今年的五月25号，奉最高检的一个指示，已经这个本署已经这个成立查查会选及暴力执行小组的揭牌仪式。接着在6月16号，本署这个召集了市警局调查单位啊，各个司法辖内各司法警察机关也举办了期前策略会议。那有关于这一个如何扫荡暴力赌盘、地下通会这一个劣势的案件，我们大约可分成三个步骤。第一个就是同步的扫荡，除了依高检署或者最高检察署的指示，全国的同步的扫荡作为之外，在本署辖内台中市警局，我们也会举行不定时的同步扫荡作为，查办有关于这个包括刚总长所指示的扫荡枪支问题、帮派问题，还有可能暴力介入选举的问题，甚至有无境外资金介入选举等等这些地下会对这些问题。同时有关于这个虚设户籍的部分，我们在8月16号也举办了有关于这个我们辖内虚设户籍的一个清查作业会议，这些的一个工作啊陆陆续的在展开。同时我们也会跟我们辖内的金融机构结合，有关于清查金流的部分有没有可疑的，是不是在于这个要遂行贿选的一个金钱的流向，这个也是我们清查的目的。我们也会清查辖内之前啊曾经有暴力贿选的行为人或者团体，这个也是我们重点掌握的对象。而这些对象我们也会这个逐一的锁定。如果这些对象或者团体有所蠢动，我们也将会全力的一个查办的作为。是，其实为了这次年底的大选，不管是法务部或是各检察机关都做了相当多的努力。那最后总长这边有没有什么针对查会跟反会的成果跟期许可以跟我们分享呢？我跟各位乡亲报告哈，这个反会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哈，是为自己而做的哈。这个我们选出好的这个乡亲、好的政治人物为大家服务，我们每个都受益啊。万一我选出不好的人呢，那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受害啊。不仅是你拿钱的人啊，那没有拿钱的人也跟着都受害。所以大家的事情啊，不是检察官的事情啊，也不是政府的事，是我们啊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责任，也有这个义务的。那我们台中地检署，我们郭检察长是我们这个司法界里面最优秀的检察长之一了哈，所以部里面特别这个派来这边为我们台中的乡亲服务，也希望大家来支持哈。这个选出这个好的这个政治人物啊，对于不好的也拜托大家啊，在这里特别拜托大家要勇于出来检举啊，勇于出来检举，这绝对不是料杯啊，这尽我们国民的一份义务，尽我们市民的一份义务。那当然哈，我们最高检察署哈，这个责无旁贷啊。我当然也提到，我们提出这个所谓的反馈三件一板斧了。什么叫三件？我刚才提过，就是我们有一系列的哈，这个反馈选的宣导跟做法。
但到不得已的时候，那我们就寄出这个制裁，所以就斧，就斧头的斧啊，啊，这个斧头就是大家出来检举，我们把它绳之以法，啊，这个买票的最重可以处到10年，啊，这个卖票的，哦，我们如果有人贪小便宜的话，最重也可以处3年，这个很不值得啊，这倒不是说刑法的问题哈，这样做实在是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自己的乡亲，也给自己的小孩做出不好的示范。我们有注意到一点啊，现在很多出来检举的都年轻的年轻人啊，那你身为长辈，啊，你去买票或是卖票，还要让儿孙辈的人出来检举，这是做出很不好的一个示范啊。这里也特别拜托我们的乡亲，这是大家的事情，大家一起来做啊，这绝对不是检察官的事啊，或是一些司法人员的事，大家置身事外。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我在某个地方曾经听到有一位啊，也是这个女士讲啊，她先跟我批评贿选，很不以为然，可是讲讲又觉得很高兴。怎么高兴呢？说他们全家光这次选举啊，光收到的贿款收到10几万啊，他们在凑几个钱之后，全家到日本旅游啊，越讲越开心。他刚刚讲的是义愤填膺啊，啊，刚都来杯票，然后讲说，啊，收了很多钱，然后加一点钱之后，家族一起去日本旅游，啊，觉得阿内玛没败啊，那这互相矛盾的啊。我跟各位讲，这个天底下的事情啊，绝对没有说白吃的午餐啊。你各位注意看，拿这些钱的哦，都是穷困的地方，所以这种钱拿到了会倒霉的啦，啊，大家一定要有这种认识。这种不义之财拿到了，一定会倒霉的。那当然，我们司法机关是责无旁贷哈，我们司法机关一定以最负责任的态度啊，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们提出了计划。另外，我们对我们检察机关这个绩效评比的要点，我们要进行修改。简单的讲，有查到这个贿选的这个检察机关，我们一定从优哦，给他们奖励，甚至于这个业务费用啊，我们也从优来发给啊。那到目前为止，我也跟各位乡亲报告一下啊，到8月26号，我们现在受理了358件，其中贿选案件有224件，啊，暴力案件有38件，其他的有96件。以前啊，前几年来我们这样看啊，这个贿选案件啊，的确有慢慢减少的趋势啊。可见我们高素质的国民啊，高素质的市民，就会带来啊高素质的施政品质。有时候我到全台湾各地看看，不管是从北部、南部、中部，各位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公共设施是越来越好。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啊？我们不管马路，甚至呢有一个乡亲跟我讲说，即使在台东啊的公共厕所里面都有卫生纸啊，公共厕所都有卫生纸啊，这是为我们选出来的啊政治人物有为大家服务嘛？那为什么会他们愿意会把心都拿来为大家服务？就他们认为他们只要认真做，就会有选票嘛。我们也希望拜托我们所有的乡亲啊，最好的这个台中啊，全台湾最好的环境，我们有最优秀的市民，我们也拜托大家不要买票，不要卖票啊。如果真的有人胆敢以身试法，我们也拜托我们的乡亲勇敢的出来检举。谢谢两位今天的分享。公正的选举是公民们所期望的，透过各检察机关的努力，一定能达到净化选风、选贤与能的目标。也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台湾新亮点，下次再见。